当妈妈让我检查爸爸的皮肤时，爸又玩迷你世界呢。没有啊，就是睡觉之前无聊随便看看。哦，你老看我干嘛？没啥，妈妈让我帮她检查一下，看看你又往里面充了多少私房钱。我没充啊。没充？这不是那个啥变形金刚擎天柱吗？啥呀，我这是地图呢，你看还可以看小猪佩奇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我进商店看看嘛。这样不好吧？哎，都说了我没买皮肤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皮肤裤在这里了。你让我看看爸爸你的皮肤多不多。哦哟，这么多呢，好几排呢。这都是别人送的。送的？别人还会送你变形金刚？我记得这个金破天可不便宜啊。这是因为金破天是坏蛋，别人送我的，然后让我跟他对战，好树立他高大伟岸的形象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个擎天柱呢？他总不是坏蛋了吧？擎天柱，这是别人为了感谢我当了坏蛋，然后送给我当谢礼的。哦，那这个黑帽子船长蒂奇呢？这个是7天的体验卡。体验卡？哪来的体验卡？就是过完新手教程，就会有提示说送你7天体验卡，有花小楼、兰斯洛特，还有黑帽子。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可是老玩家了，啥时候会注意新手教程啊？反正不信你问小伙伴们。哦，是这样的吗？那这个爱心呢？黑不溜秋你也买？拜托，这个你应该比我熟吧？中年庆典皮肤只有1块钱，不要白不要啊。也是，那这个心灵呢？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这也是中年庆皮肤，1块钱啊。是哦。再说了，你看这心灵，这牙看起来跟你小时候多像啊，所以我才买的。好，等我记一下，一个爱心，一个心灵，那4万钱总共就花了2块了。这不带你这样子的，我是因为优惠才买的。反正都买了就得记。那这个老头呢？这个是我拿你的激活马领取的。我的？对呀，去年你不是送了小伙伴一大堆吗？垃圾桶里还有一堆送不出去的，我就……好啊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也没问啊。我，那这个拉拉队长呢？这个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妈妈吗？有点。对呀，正因为我对你妈情之深爱之切，所以这皮肤也是送的。这两者有什么关系吗？没什么关系。好啊，居然敷衍我，那我挑其他的皮肤问。这个花小楼呢？你怎么会有？这个吗？嘿嘿，无话可说了吧？你等着。你干啥？妈妈。别叫别叫。妈妈，爸爸的私房钱可能有300块还不止。你这是血口喷人啊！哼。那你倒看看这个账号是谁的账号。好啊，我就知道，把账号给我看看。妈妈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账号上的皮肤确实都是送的，爸爸就花了2块。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大家刚刚都看到了，不信你问问。这能信吗？当然能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嘿嘿。